对，就相当于留一点下来。 其他点型还是好看的，五官都可以。这长得不协调了。就是胖了一点。<笑><笑> 后面给我低，不是给我高，没得事，到时候还可以慢慢修。你脸转过来看一下我，忐忑不？太忐忑了。<笑>已经剪剪的很短的，只有那么短的，怎么办？<笑> 等一下，我会疯掉！我早知道应该戴个帽子或者戴个围巾出来的。<笑>没有，我这有浴巾，等会你拿个浴巾裹在头上，就像那陕北的农民一样。<笑>好了，转过去背对还是背对？我也觉得那也很好。<笑>头稍微低一点了。放心，这个师傅剪这个水平很高的。 还得往下一点，这里要尽量往下了，等一会儿长一点都可以慢慢修。
剪这头发显成熟，本来我就很老了。你就多了。你好多岁了？你猜。我觉得后面再稍微短一点，再衔接过来。没关系，等会儿他这大字修了之后，再最后再修。前面可以留长一点。现在还忐忑不？还是忐忑啊？我很想。这发型其实前面有很多种弄法，比如说你这个刘海的话啊，你想把这个脸多留点，你可以再可以这样去理发店给它吹的，你往这样吹，分的有点东西，一边翘起来，这样往后就可以了。这样露脸就能，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就这样吹，这样吹出来前面就遮一半脸，效果也很好，就不同的风格。我们呢一般都把脸露出来。就这样了，丑就丑吧。这边稍微的把它弄抛一点吧。啊。这随便乱抓它就泡了，这个很容易的。现在不要泡，我就是要它很顺。我费了半天功夫就让。